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阿 B 仔。各位，你们有试过在一款游戏里面 speed run 吗？最近我突然想在求生之路里面体验一把 speed run， 而我想到能让我体验 speed run 的模式就是 Rocket Duel 这个突变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我们可以跑和平常战役不同的路线来快速通关，根本就是让人在这个游戏里面体验 speed run 的最佳模式。好了，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来了来了，各位，开始我们的 speed run 吧 ，Let's go。OK， 直接不说多，直接赶路，开门直接炸飞。这地关应该只要用几秒就可以直接通关了，各位。Let's go， 直接下去，去那个安全屋里面。All right， 九秒直接结束第一 round。嗯，这就是 speed run 的威力吗？All right， 直接开门，直接炸起来，各位！这一关也是要速通啊！嘿，嘿 ，All right， 好，我们直接下去。哦 ，OK， 你们什么没有看到？我们继续赶路。来 ，Let's go，Let's go， 直接跳起来，这边炸起来。哦 ，Hi Wish，OK，、okay, 不打扰你啊， oh. 我直接走人 ，OK。这边也直接炸起来。OK， 各位这边要小心，这个门口每次都会有那个黑蘑菇，不要跑到，不然会你的命会少一半。OK， 好，我们继续跑。其他蘑菇我们都可以拿，就是黑色蘑菇不要采了就好了。哎 ，Hi Smoker， 那送你一个炮弹。OK，All right， 这边我们就要走平常那个战役不会跑的，就是这里在楼梯上面，我们就要走这边了。嘿，哦。All right， 这边也是一路炸了过去吧。Oh, no， 尴尬，不是，问题不大，继续炸起来。喂喂 ，OK， 这边就要炸进那个物体上面，干，失败了，再来，再踹一次。啊，我们要站到这里，然后飞过去这边，然后一路跳去安全屋。OK， 82秒，结束第二 round， 一级一级。Alright， 这个第三框开始之前，我们要先去拿这个蓝色蘑菇毁一个血，然后才出去。哦，这边有4000000素，直接拿起来。然后呢，这边的话，我们就会要花一点时间啦。OK， 可是，一样也是蛮快的，不会太多时间。Alright， 这边继续用这个榴弹弹发射器直接赶路起来。Hi Wish， 路过你一下啊。OK。暂时是没有什么问题，这边就这样一路跳过去，干，没跳到 ，All right， 这一关就可能要小心那些特感了。我发现这个模式啊，特感它会一下子 spawn 四只，至少两只这样啦，就是同时间在同个区这样子跑出来，这边也是一定会必摔一个特感，所以这边要小心的各位。哎，查球跑哪里啊？查球，好，这边各位你们看到应该会有点乱，因为我玩的时候也是很乱，炸来炸去都不懂炸哪里。OK， 我们现在就瞬间跑上来啦。然后这边这个蘑菇也要小心各位。啊，各位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啊？各位你们什么没有看到？好，继续赶路，继续赶路。还差几？好，我们先去这边。这边都要保持警惕啊，不要给这些特感抓，到处炸一下吧。海汉德想抓我啊，没门。Right， 我们这里直接上去上面。哦，没有上到，干！哇，哎，乔乔，我先不理你了，我先去安全屋了。海斯皮德，他哪里啊你 ？OK， 结束。All right， 这边没有拿什么东西，我们就直接出去炸出来。Let's go， 我们黄色血的也不用紧，我们等一下我们去到底下去拿这些蘑菇就好了。OK， 我们这边就开始就要走一些不一样的路了，就我们直接加上来这边，然后先下去拿油先，顺便补个命。啊，我记得这个好像只要8个油就好了吧，8个油桶。我
们就可以直接通关了。好，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奶油之旅。这些小怪很烦啊，数量不多，可是很烦啊。我哪只油啊？各位，你们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就是一直这样，一直丢油桶。OK， 现在目前是有三个了，我们再去找一下哪里还有油桶。我记得，这边有油桶啊，这边有两个，先丢下去先。然后对面这边好像也是有两个。OK， 还真的有两个。我们再丢下去，我们先把这四个送过去先。手忙脚乱，不知道你们各位看到会不会头晕？还少一个吧，我们再去这边。All right， 我们过来拿这个油桶，我干！you know， 我们要点挑战性的吗？没有这么容易给我们拿这个油桶，懂吗？增加我们挑战性，懂吗？OK， 我们去别的地方拿那个油桶啊。看一下这边有吗？这个油桶，哦有哎，我们现在只差一个就好了。嗯，我们丢了下去，我们要回去刚刚那个电梯那边。OK， 先把这些油桶放好来。Alright， 喂，没有，要是现在加了。好，我们现在要回去那个电梯前面，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常情况下按那个中间那个东西就可以直接开始了，可是。我之前有试过，好像不行啊。开始了，可是你导游不是导完了，那八桶好像也没有东西发生，所以我们要回到上面这个电梯这边，先正常的走一个流程，它好像才可以真正通关。所以没办法，我们就要上来这边坐一下电梯下去，然后我们再导游了。在那个门还没有开之前，我们先打那个针啊，会比较快，不然等一下会 spawn 超多那个。感染者就麻烦了。OK，Let's、okay, go， 直接去导游了，各位。你看，特感的声音来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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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他们要出来了，他们要出来了，快点快点！哦、，Let's go， 哦，好像我才导气筒而已，哈哈，然后就可以通关了。哇，我操 ！OK， 各位对这次的 Speedrun 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好了，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了。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也别忘了开启隔壁的小铃铛，这样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啦。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小阿 B 仔，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